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。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叫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，请支持 My Radio。我哋久违咗咧，好耐就冇见啦，叶师傅啊，记唔记得我哋即系 N 年前咧，我哋一齐做过节目噶嘛？十几年前啦，有冇十几年啊？十几年啦，十几年啦，十几年啦，系我同你都咁后生啦 ，OK 都系。咁咧就点解今次揾啊叶师傅啫？其实系我教练啦吓，咁咧就即系同我哋倾几句咧，冇原因好简单啦。首先问问咗你先，你中唔中意食榴莲啊？我系榴莲王，榴莲嘅爱好者系啊。咁除咗榴蓮之外咧，咁頭先我唔記得咗介紹啦，葉師傅就金毛拳王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咁即係又玩泰拳啦，又功夫又了得啦，咁但係又中意食嘢噶嘛？非常之中意食，所以要 keep fit。係啊，所以要 keep fit， 所以要 keep fit。嗱，所以咧，你哋要 keep fit 咧，就揾阿葉師傅啊 ，OK 嚇，因為佢其實就而家都係有管啊，同大家操緊嘅。咁但係今日最緊要咧，揾阿葉師傅上嚟咧，個原因就好簡單，因為咧就葉師傅有啲正嘢介紹俾大家。嗱，咁首先即係申報利益先啦，我唔食榴蓮嘅，我怕添。咁但係葉師傅有啲正嘢介紹啊嘛，咁你介紹下即係點解有啲正嘢揾到翻嚟？咁其實咧，我哋就啱啱我就代言咗一隻嘅一個馬來西亞嘅最頂級40年。金種子嘅貓山王嘅榴蓮啦，咁呢隻榴蓮都係用咗個非常之，因為好多榴蓮咧嚟到之後咧，你會發覺佢哋嗰個品質有啲偏差。我聽講好似係唔夠新鮮係咪？係，因為即係榴蓮都要新鮮。因為係啊，因為你嚟到嗰陣時候，你經過個運輸啦，同埋佢有啲佢哋有冇雪咧？佢普通就好普通咁樣擺落雪櫃度，雪完冰完，即係冰鮮過嚟咯。咁但係其實如果你食到最新鮮嘅話，應該係用呢個液氮嘅技術。我哋而家做緊液氮嘅技術，有冇聽過液氮技術？有有。但因為你嘅做緊氮氣，係啦，即係變咗速凍，速凍變咗流體。即係例如啲魚咁樣，即係。你一用液氮氮氣咗佢咧，佢即刻死咗噶嘛？跟住你擺翻落水溶翻佢，即刻會生翻。即係用呢個技術去做呢個榴蓮咯。好啊，嗱咁啲榴蓮你即係簡單講講啦，就同平時我哋食開榴蓮有啲咩唔同先？食到樹上真係最正，食到榴蓮味啊！榴蓮真係最正先。咁所以咧就大家即係如果聽阿葉師傅介紹咧，其實就應該真係試試啦。好。咁但係最緊一樣嘢就係價錢如何先？當然有直播價啦。有直播價。嗱，因為我介紹咧，好多人都聽到即係都會即係上嚟試一試噶嘛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試唔夠噶嘛，你要俾唔俾一個 discount， 即係話梁錦祥介紹過嚟嘅，俾一個即係好啲嘅價錢咁得唔得咧？即係當然啦。係咪？當然啦。咁你即係大家再問阿葉師傅嗰時，即係葉師傅一定係比較好，但係記住要答我個朵啊！話話梁錦祥介紹嘅。係啦。嗱，除咗榴蓮之外咧，仲聽聞，因為而家都成如果舊歷就已經係六月啦，係咪？中秋節啦，差唔多中秋節啦。咁有冇啲即係月餅啊之類介紹俾大家？我一隻係最靚，全世界被譽為全世界最好食嘅榴蓮冰皮月餅。榴蓮冰皮月餅。係啦，冇。咁有冇黃嘅先？嚇、啊！有冇黃嘅先？全部榴蓮，全部榴蓮係黃色嘅。OK， 哇！嗱，呢個比較另類啲，咁但係都係正嘢嚟㗎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嗱，好啦，嗱 ，anyway 就即係月餅咧，大家可以諗諗先啦，因為都時間充足啦。咁但係即係都好多人都早訂嘅。係。咁但係榴蓮，我相信大家就唔好猶豫啦。如果你食嘅話，就即刻揾阿師傅。但係記住啊，答我個朵啊，即係講明阿梁錦祥咁就有一個少少嘅 discount 嚇。可以留言啦。好啊。好啊，咁至於嗰個具體嘅聯絡方法咧，咁我一陣間會即係話俾大家聽嘅。咁總之要揾阿葉師傅。咁今日咧呢、這個即係植入廣告嘅產品介紹咧，就到此為止啦。咁我哋下一次再有先，再有正嘢咧，再介紹俾大家好嗎 ？OK， 好，好，拜拜。影經常會室同大家見面。嗯。咁今個禮拜就真係有啲興奮啊！我唔知道你係咪啊？即係卒之有到邊，我覺得真係可以花啲時間去講。哦，係咩？你覺得唔係話個反應咁咩咁勉強咧？唔係，因為依個禮拜嗰啲戲咧，全部都有個主題。嗯。
就講嗰啲即係神秘地域嘅。係啊，咁呢個其中之一部啦嚇，我哋想講嘅嗰個嚇。係啊係啊。咁樣就你話興唔興奮咧？我就其實睇曬噶嘛，通常都係我啱啱呢個禮拜咧就睇剩一部卡通片咁解啫。OK 嗱，咁我唔知即係有冇表咗情啦，因為第一樣嘢我有啲期望啦。係。第二樣嘢就似乎冇令我失望啊。嗯哼。咁但係咧睇翻喺外國影評咧就對呢部戲都唔係太褒獎喎。嗱、我唔知個即係個原因係咩嘢啦嚇。係。好啦，咁但係未講呢部戲之前咧，兩個題目可以即係同大家一齊即係我問下幾套嘅。係。嗱咁大家知道啦，而家就奧運熱啦，係、嘛？你有冇追奧運啊？我有㗎。你有啊？你追乜嘢比賽啊？我基本上係睇影像。嚇、每一個咧，即平時都係嘅，每一個都會睇嘅。其實我最中意睇係體操啊，咩嗰部分咁樣。咁最近啊，好多即係香港嘅嗰種熱血，即係好熱血啊！即係嗰種咧嚇，令人鼓舞嘅嗰啲咁啊，即係當然都要捧場啦。係啊，喂！但係嗰啲熱血故事咧，其實你哋而家冇開始話有啲入邊 flow 緊啲 idea， 實即係諗緊嘢，可唔可以拍成電影咁樣？咁始終咧運動片對香港嚟講咧，唔係一個好熱嘅嗰個潮流。咁有幾部咧，而家都係等緊嚟緊嘅。咁我諗嗰個咧，基本上佢都應奧運啊依啲運動嘅題材嚟嘅。咁樣就你話會唔會去多整嘅？咁其實我都相信咧，運動片對香港人嚟講咧，戲劇係爭啲嘅會啊。除非諗到另一種新嘅處理方式啦，而家就仲未諗到嘅。係啊，嗱咁我諗咁啦，其中一個類型啦，我以前都提過佢警匪片咁樣。係。哇，咁而家我即係，咦？你再吸唔吸引到觀眾呢個成一疑問？但你體育片，因為譬如我哋睇今次金牌得主啦、銀牌得主啦，事實上佢哋真係有個戲劇性嘅故事喺度㗎嘛。即係無論佢哋自己背後嘅訓練，甚至在那個場入邊嗰個比賽本身都很曲折噶嘛，咁嗰個係咪真係可以？即係你覺得有冇一個電，即係一個好戲劇化、戲劇性嘅元素喺度咧？當然可以啦，因為你會睇到咧，尤其是今屆咧嗰個奧運咧，就可以好多嘢講嘅。但我認為咧，如果係拍一部戲咧，今次咧可以拍一個團隊啊，香港團隊，在奧運，咁樣樣嚇，因為依個奧運你要覺得係即係叫做係百年一遇啊嚇，就依個奧運咧就係開極開唔到，去到而家終於開到啦。唔係個戲劇性就喺度啊嘛，因為你諗下啦嗱，而家好多人即係大部分人都冇睇呢件事就係、是。是差不多開不到的。對，你可能上年開的嘛，是的。如果你上年開可能今即是那個香港隊那個表現又沒那麼好啦，有些人未必攞牌啦。如果譬如今次到最後尾不開啦，又話又變咗唔同，又變咗唔同啊嘛！即係我諗，如果攞牌，可能真係可能又攞唔到啊！我相信未必。你如果你講香港咧，香港就比較而家咧就或者開呢個題材會困難嘅。咁但係我諗全世界咧。就直著呢個時候咧，我諗都好多依啲叫做運動題材嚟去拍噶啦、因為最重要又加埋疫情啦，因為而家東京都仲好嚴重啊，越嚟越嚴重啊，係啊，咁啊呢個其一啦，咁啊同埋呢個奧運會啊，即係頭先都講咗嗰個特別啊，咁啊對於其他嘅嗰啲國家，我諗內地咧佢自己都會好多拍噶啦。嗱，你講開呢個中國嗰度咧，咁呢個奪冠咁而家即係呢套戲咁。咁啊點咧？好好對比咯，嗰份你真係好坦白喎。唔係嚇，唔係一個對比嚟嘅，因為佢裡面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會睇到咧，有好多部分嘅細節嘢，我哋都講過咧，就話其實要涉及你點樣放眼看世界，同埋係奪冠成個題目咧，可以好闊好遼闊。咁如果你完善咁嚟去拍咧，就有一個好好嘅嗰個叫做係。契機嚟嘅，其實反而而家我哋等緊啊陳可辛另外嗰部，嗰部咧就唔知佢幾時會上。哦，嗰部我諗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困難啦。我上個禮拜提過李諾呢個題材就比較喺而家就比較難。既然拍咗出嚟咯，佢拍出嚟就等機會嚟放嘅。始終咧，我覺得如果真係
冇乜變化，即係你話即係香港個政治冇乜變化咧，可能我哋分分鐘都仲可以睇到嘅。係啊，好啦，咁另外一個題材就比較有即係比較特別少少啦，因為都係喺奧運啦，譬如話嗰件波衫嘅問題係嘛嚇搞嗱，我頭先我覺得就即係要公平一啲，譬如話我哋而家專注就喺嗰個攞牌嘅獲獎嘅人員身上啦，咁但係。冇攞牌其實都好多故事喎，係咪更多添咧？係啊，更多故事喎。咁但係以你作為一個真係即係商業嘅編劇嚟講，其實一個失敗咗嘅運動員，嗱我講失敗嘅意思就係、是、即係你攞唔到牌啫，唔係講話你嗰、那個錯失時機啦。呢、這個你講嚟咁呢個即係出會唔會係一個好題材咧？是一個題材嚟嘅，係好值得講嘅、嗯。我其實係嗰時有種感覺，我個人咧、其實我。好感觸嘅，因為尤其是係從衣服嗰樣嘢係好諷刺嘅，從衣服裡面咧嚟去反映到嗰、那個我哋而家成個社會咧就發生咗啲乜嘢嘅反常嘅觀念咧出咗嚟咧，一個好好嘅對鏡嘅，咁同埋我都揾到個主題添㗎啦，呢個因為基本上你知唔知道衣服啊，譬如而家好多人都講叫國王的新衣啊，唔止嘅，因為。你如果講我哋中國文化咧，對於衣服嘅裏面咧，其實喺九雲三雲七魄裏面咧，其中一魄嚟嘅衣服係嗰、那個係關鍵嘅。咁啊，呢個咧可以即係揾到好多個題材咧嚟套入咧，變成咗一個我覺得相當之唔錯嘅一個電影嘅題材。不過有冇人有冇團體要投資咧？係投資者就一個問題啦。啊，投資你投資咧？係啊，如果我有錢，我就投資，因為其實要夠快咯。即係你趁住個熱潮嗱，其中一樣嘢我諗香港人都跟紅頂白㗎啦。譬如話而家呢位二十四歲嘅年青運動員，張家朗啊，佢攞到呢個劍擊嘅金牌。哇！咁我諗好多家長又喂細路仔就學劍擊喎、啊，劍擊係可以拍㗎啦。劍擊係真係因為好似等於之前嘅嗰、那個李麗珊嘅嗰、那個風化同風化啊，係可以拍嘅，點都係啊。咁、其他我諗又即係游水都可以拍，游水可以拍。但係咧其實我諗今屆奧運咧多咗好多嘅項目可以俾大家選擇啊。譬如係BMX 啦。嗯哼。啊另外就是滑板啦，係呢，全部是年輕人真的會玩的活動嚟，嚇咁嗰啲亦都後邊有故事喺度啦，啊，即係我相信基本上每一個金牌入每一個獎牌後邊都有一個故事喺度，係啊，咁另外一個好經典嘅就是因為美國嗰、那個體操皇后，突然間臨場，出唔到場，係心理壓力太大，嗯由另外一個補上，跟住嗰個贏咗，咁嗰個係苗族嚟嘅，係。咁而家係即係坊間又係有講緊啦，即係呢啲係好全部好盡好有戲劇元素嘅故事喺度嚟，而且有前車可鑒啊！啊，我以前都拍過嘛，奇尼爾笑活嘅嗰個，係嗰講嗰個嚇，好似咪 Hillary Swank 嘅，即係我講拳擊嗰、那個，唔係。佢講佢嗰架揸車啊，後尾佢送咗架車，咪就俾嗰啲就全部越南嘅苗族嗰啲，嗰部係好好睇嘅，同埋佢裡面咧有一個叫做西方眼看東方，即係嗰種咁嘅意義喺度嚟嘅。係啊，你頭先所講嘅即係其實而家講起上嚟嗰時候咧，就可真係可以做一個題材嚟嘅，就喺度彌補咧，即係而家有好多你會發覺好多啲電影咧都係叫做係。翻翻去近時嘅，即係嗰啲叫翻拍啊咩嘅咁嘅元素咧，拍呢啲啦，呢啲比較時尚性啊。而家即係夠又咁有禮，又咁勵志。嗱，我哋記得我哋細個嗰時候咧，電視台專拍日本嗰啲，青春火花，火花啊嘛，柔道龍虎榜啊，綠水英姿啊，係咪啊？仲有基本上全部都係講體育㗎啦。佢日本係而家就比較上少啲，但係以前咧差唔多六七八十年代咧都好流行嘅、運動片，因為德智體群用啊，都係我哋都成日都覺得咧拍戲咧裡面咧你掂到呢樣嘢咧，就對於即係送俾年青人嘅一啲電影咧。就最好睇，同埋嗰啲係可以好 commercial 嘅。係啊，係啊，如果你夠掌握到個 timing 個時間，又好會好商業，可以好商業化。係啊，咁
所以係啊，而家都未完啦，嗰、那個奧運有排，仲有排，仲有排，嗰啲田徑項目啲陸續有嚟啊，跟住嚇，跟住就係仲有嗰個叫殘障奧運啦，咁嗰個我哋就一講大家都提翻啦，蘇華偉都攞過唔少金牌，好多個金牌佢，因為而家人拗緊個問題就係香港究竟攞幾第幾個金牌咧？哇，係第二個金牌，哎，你錯曬。因為如果你計埋殘奧嘅話咧，其實就好多個嘅咁樣嚇。咁而阿邊個啊？有冇佢有冇氣象啦？而家嚇啊，其實之前即係我以前咧係睇過一部，同埋甚至都幫佢哋手咧改過劇本嘅一部咧，係阿蘇華偉佢自己做演出添嘅。咁啊，嗰部咧好可惜咧就無緣喺香港上啦。其實而家攞翻嚟去上，我覺得都可以做一個對比嘅。嗰部電影都係一個投資商咧，佢就好。好感觸啊！覺得蘇華偉其實嗰事件咧，好應該變成一部電影嚟俾大家，即係以後去睇咧，即係香港人點樣係從一個叫做nobody 嘅一個小子，變成嘅一個叫做係金牌嘅選手，佢嘅個努力咧，基本上好值得鼓勵或者係宣揚嘅咁啊。咁啊，奈何佢嗰部戲咧拍完咗之後，其實我睇過咧，其實唔算好差嘅。不過佢可能即係四平八穩咁樣樣啦。咁而且佢本身一個投資商啊，都係唔係電影界嗰嚟嘅。咁啊，而家佢基本上咧，你會睇到咧，佢就係無緣公映啊，但係趁而家嗰個咧有部都講少少啊，對比都唔錯㗎，反正有期係嘛，係啊。